臣奉至山拜见皇上。凤将军搞错了吧？我现在已经不是皇上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毕竟有个君臣之仪，君臣之仪就更不敢当了。我自问对二位言听计从，从无不敬之处。我不知道为何要把我关在这里。我们这是奉了先帝的遗嘱。好了，事到如今不说也罢。 这是皇上的诏书，你接旨吧。不必了，我懒得行礼。皇上有什么旨意，你们就直说吧。也好，皇上有旨，赐毒酒一杯，请你立刻喝下。这是用13种剧毒之物制成的毒酒，入口封喉，去得极快，应该不会有什么痛苦。 时辰不早了，请快喝了吧，皇上还等着我们复旨呢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让我们转达的吗？他真的要杀我吗？皇上也是不得已呀。不。
我不信，我要见他。这是皇上的亲笔诏书，你自己看吧。不，这一定是你们逼着他写的。他从小就尊重我，他不可能杀我的。你冷静一点。我们没有皇上的诏书，我们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杀你啊。仰卧，拿出男人的志气来，别逼着我们惯你。我要见龙儿，龙儿。快来救我呀！真没出息，按住他，按住，按住，龙儿，灌，往下灌。快停下，皇上有旨。什么？皇上旨意废止前面的诏书，在新旨没有下达之前，任何人不得进入牢房，违令者凌迟处死。啊？怎么？请诸位立刻退出牢房。不行，你就说你来迟了一步，我们已经奉旨行事了。继续。慢。既然皇上有旨，我们应该遵守。凤将军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你能把这屋里所有的人都杀了灭口吗？你放了他。哎，皇上的旨意你们都听到了，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准进入牢房。是。龙儿，我真的不想死啊！我真的不想死啊！慢，二位大人是要见皇上吗？对，皇上他在吗？在。哎，可是他不会见你们的。你通报一下，就说我们有十万火急的事，必须立刻见他。再急也没有用，皇上是不会见你们的。好，那我自己进去找他。哎，凤将军，清廷小姐她。她怎么了？她在大殿自尽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她是用剑自尽的，流了好多的血呀。哎呀。蜻蜓呢？让御医抬走了。他怎么样了？流血过多，已经没救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你逼死的他，是不是？是，是我逼死了他。我本应该守在他的身边。是我不敢去面对他，他是那么善良，从不会伤害人，却被我和我哥哥一起逼死了。皇上，仰卧他怎么处置？清廷都已经死了，我们兄弟还争什么？皇上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可女人是小，江山是大呀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皇上，杨过他必须死，不宜久留。我已经害死了我心爱的女人，你还要我去杀我哥哥吗？皇上，杨过他真的不能再留啊。好啊，那你连我一块杀了吧。啊，我把整座江山都给你，这样你是不是就满意了？皇上，您言重了，臣遵旨就是了。皇上，
皇上，清廷不见了。什么不见了？臣赶到御医房，没有找到清廷。怎么回事？御医呢？他们也不知道。是不是他又醒过来了？臣开始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几个御医都肯定说清廷连脉都没有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去。皇上请。清廷小姐就放在这张床上，气息已经没了，我们就都退到外面商量怎么向皇上复旨，直到凤老将军来了，我们才发现他不见了。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？当时很乱，我没太注意。那窗外是什么地方？是皇宫后门。我去看看。皇宫后门。皇上，我刚问过后门的侍卫，没有人出宫。奇怪，御医肯定他已经死了。会不会有人偷走了他的尸体？谁会这么做？他有什么目的？我也想不通。立刻搜查皇宫，一定要找到他。是。我要为他办一个隆重的葬礼。进来。梅姑娘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已经没事了。梅姑娘，那也要注意休息。你看你走了那么长的路，身体一定很虚弱。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？梅姑娘，请你不要多心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不，我一定要知道原因。我有个女儿。我知道，她叫姚燕。这间客房就是为她布置的，可她只住了一夜就走了。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她妈妈死得又早，我对她自然是十分疼爱。她从小就很懂事，对我也非常好。不管我在外面有什么烦心事，只要回到家一见到她，我就什么事情都忘了。我爸爸对我也是这样。圣手神偷美宝，在江湖上也是大有名气的。你认识我爸爸？只是听说，没见过面。我爸爸是被人害死的，我一定要找出凶手，为他报仇。有凶手的线索吗？还没有。啊，放心，我会帮你。谢谢。那你女儿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她喜欢上一个男人就变了，对我越来越冷淡，甚至恨我。怎么会这样？算了，说来话长。看样子，你比燕儿小几岁，有点像她过去的样子。那个时候他对我可好了，见得我总是有说有笑的。我给你治伤的时候，你不能动也不能说话。那时候我就想，要是我的宝贝女儿能有这么乖，那该多好啊。你别太难过了，这里面也许有误会。他要是喜欢别人我也不会反对的，可他喜欢的是云潇潇。我知道。可是云潇潇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云潇潇是被他的师父废了内功，然后跳崖自尽了。你说云大哥他死了？这下来吗？哦，慢点。哦，哎，谢谢啊。哎，谢谢啊。快点走了。多谢二位。你行吗，哥？行，翻过这个山口就是燕山了，总算又回来了。咱们歇会儿吧。好。来来。好了。
前面一拐弯就到了。不行，这段路实在太陡了，你不能走，我背你吧。那怎么行啊？让师弟们看见，像什么样子？哎呀，我真是太笨了。哦，我可以让他们来接你的，你是大师兄吗？哎，凤凰，别难为他们了。我是被逐出师门的，师父让不让我进去还不知道呢。那好，我找你师父去。凤凰，他打过你，你们俩万一吵起来……哎呀，好了，你这人说话怎么婆婆妈妈的？凤凰，不瞒你说，我现在心里慌得厉害。好，还是让我先进去吧。你放心，只要为了你，他们怎么欺负我，我都会忍下来的。那你千万小心。放心，我会的。他们如果不让你进的话，就赶紧出来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不，他们一定得答应。哥，我好看吗？好看。那我走了。好。上就要召开了，江湖上可有不少人想抢咱们的盟主令。我赵某人虽然并无一统武林的野心，可要我拱手让出盟主令，也得有真本事才行。师父武功盖世，盟主令一定会永远留在燕山派。永远留在燕山派，哼，谈何容易。俗话说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靠我一个人纵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敌不过成千上万的武林高手啊。我焦土无方，你们中间至今没有一个能得我真传的人呐。好了，你们也不用泄气，好在你们掌握了剑阵，只要勤加练习，足以抵挡任何一个一流高手。是师父。师父，朝廷奉命令的女儿凤凰有要事求见。凤凰要见我，她来干什么？她没说。他们几个人？就她一个。好吧，你带她到大堂去吧。是。赵掌门，你的伤都好了？谢赵掌门关心，一时还死不了。上一次的事多有误会，还请凤凰小姐原谅啊。不，我不原谅。什么意思？你把我伤得那么重，说句原谅的话就算了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欠债还钱呢。你把我打伤了，总得给我疗伤吧。可以。哪儿不舒服？是内伤吗？我说的不是我，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他的双腿摔断了，你能治吗？那要看他断了多长时间，断成什么样。他人在哪儿？就在山下。哦，来，去把他接上来。是。等等，赵掌门难道不想知道这人是谁吗？哦，我不管他是谁，只要是凤凰小姐的朋友，我都会尽力的。你的心肠什么时候变好了？不许对我束缚你。我赵廷锋行走江湖几十年，虽伤人无数，但都是替天行道，自认问心无愧。唯一做过的一件错事，就是不该对你下如此重手。这些天来，我赵某一直心有不安，总想找机会补过呀。今天你有事来找我，我很高兴啊。好，
赵掌门不愧是当今武林盟主，说话可言而有信吧？那是当然，不管能不能治好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这样吧，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，我跟你一起下山接他。凤凰小姐，请吧。等等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的朋友是云潇潇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云潇潇，云潇潇，对，就是被你逐出师门又废掉内功的燕山大弟子云潇潇。他怎么会摔断了腿呢？他不堪姚震天和卓雄的欺辱，跳崖自尽。这怎么能这样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天只顾闭关练功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居然不知道。师父，我们去接大师兄吧。哎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害了你呀！是徒弟我惹师父您生气了。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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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放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大师兄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来来，大师兄，慢点。大师兄，你看，你的房间师父一直给你留着。啊，好，你们都练功去吧。是。来，你看这里怎么样？好，是个练功的好地方。你看那边有个破房子，修一修我们还可以住。你是打算留下来陪我？那当然了，这荒山野岭的，没有人给你买米做饭，你吃什么？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
又来了，我可警告你，不许胡思乱想。我对你好，是要你好好练功，早日打败赵霆锋。你放心，就算拼掉我这条性命，我也一定要替你报仇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武林盟主大会，我要你打败我爸。哼，我就是有这个本事，也没这个胆量。要是我求你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称霸武林可是师父多年的梦想。我就是要打破他的梦想，让他老老实实过日子，我也好尽尽女儿的孝心。怎么，你不同意吗？不，只要你想做的事情，我就算拼掉性命，我也一定成全你。我知道你喜欢我。是，可我也知道你不喜欢我。不，只要你答应帮我完成这两件事，我就嫁给你。你不用多想，这不是交易。我喜欢的人已经不在了，我知道这种滋味，我不想再伤害你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修房子吧。哦，燕儿，燕儿，你刚才说的都是认真的吗？当然。怎么了？我高兴，我真的高兴。就算我现在死了，我的心里都高兴啊。你不可能死，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。嗯，我这就修房子去。你等着，你等着，等着。难呐。怎么？他的腿骨断了好几处，如果当时就治，现在应该快好了。师父，腿骨是不是长歪了？对，断骨的地方都没有接好，你这两条腿恐怕真是要废了。不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他的腿，他已经没有武功了，你让他再没腿，你让他以后怎么活呀？凤凰，不要这么说。天下有残疾的人多了，不都好好的活着吗？哥，你说的对，你还有我呢，至少我可以照顾你。哎，我想来想去，办法倒是有一个。啊，真的？什么办法？只是怕萧儿受不了，我要把长好的骨头打碎，再重新接过。什么？你要全部打碎？我想了半天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哎，这可比摔断的时候疼多了。师父，您动手吧，我挺得住。你要是内功还在，当然能挺住，可是你现在的体质还不如一个普通人。是啊，他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的，拖着腿走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让他再休息几天吧。不行，拖的时间越长越不好治。哎，治也不行，不治也不行，真是难为死我了。师父，您放心，我虽然没有内功了，但是为了你，为了凤凰，还有那么多关心我的师兄弟们，我一定能忍住的。这种疼可不是一般的刀剑之伤，你的体质这么弱，万一一口气上不来。有止疼的办法吗？哎，哥，咱不治了。凤凰，你还是出去吧。不，我想陪着你。你必须得出去。哥，
干嘛这么跟我说话？凤凰听话，他是为你好啊。好，我就在外面等你，你要是受不了了就叫我。去吧。实在受不了，就喊出来。师父，冻住啊！哎。你行吗？我行。还有三掌，你要挺住啊，孝儿。来吧。昏过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一定要他醒过来，否则会怎么样？他现在这口气全靠毅力维持着，要是继续昏迷，这口气很可能撑不下去了。啊，他会死吗？看来你很喜欢他。是的。他呢？他喜欢你吗？知道。你们俩不是一直在一起吗？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说不清，我不知道。那就不好办了。为什么？人的求生意志是很有限的，他经过这么多磨难，恐怕早把生死看开了。是的。要想鼓起他求生的意志，单靠他自己不行。如果他非常喜欢一个人，他一定会牵挂他，放不下他，也许会重新激起他求生的意志。我明白了。他有这样的一个人，可惜不是我。我知道是姚燕，可我们上哪儿去找他呢？就是能找到也不行，他拖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你来试试。我行吗？哎，你照顾他这么长时间，他心里应该有你。可万一要是不行呢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现在你是他唯一的希望。我该怎么做呢？跟他说话，他应该能听到。说话？我说什么？说什么都行。你是女孩子，你既然喜欢他，应该知道他想听什么。快点吧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哥，我是凤凰。是姚燕儿，哥，我来看你了。哥，我真的是姚燕儿，你不相信，你把眼睛睁开看看。哥，你快点把腿治好，我带你回岐山，我们永远都不再分开。啊！他听见了。
听见我说话了。别听，继续说。哥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你要退隐山林，我跟你一起去，不管天涯海角，你到哪儿，我就跟你到哪儿。师父，接着来吧。哥，你醒了。燕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在帮你治病呢。哥，你一定要把这腿治好了啊。小文，你能挺住吗？现在行了吗？行了，还是你有办法。不，叫醒他的不是我。燕儿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出去打点水。刚才已经把力气拼尽了，来，这是刚熬的鸡汤，趁热喝吧。哦，好好烫着别动，师父亲自喂你，来喝点吧。师父，我对不起你，过去的事不提了。放心，断的地方我都接上了，还敷上了祖传的接骨药，养一段时间又能走路了。谢谢师父。不许再说谢谢，否则就是你不肯原谅我。知道了师父。来，您还好吧？哎，还好，就是身边缺一个像你这样的好徒弟，我自信能对付姚震天，可是你这些师弟要是一对一，没有人是卓雄的对手啊。卓雄的武功是比过去强多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等你腿好了，我要试试看能不能恢复你的内力。我的内力真能恢复吗？你别抱太大的希望，这跟断腿不一样，以我现在的功力，就算竭尽全力，最多也只能帮你恢复一两成。不必了，师父，你要准备迎接姚震天，千万不要为我伤神。是啊，只能等比武大会以后再说了。啊，凤凰呢？哦，我让他回去休息了。怎么，你要找他？啊，不，让他好好睡一觉吧，这一路上他太辛苦。是啊，他能从京城把你送到燕山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想不到将军府的千金小姐居然能吃这么大的苦啊。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好姑娘。你刚才昏过去的时候，她跟你说的话你能听见吗？听见了。开始我以为是姚燕，后来我才知道是她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世上只有她叫我哥。当时我觉得累极了，真的想这样永远的睡过去。
可是我答应过他，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你是为他才醒过来的？是。那姚燕呢？我早就不敢想他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很喜欢他吗？我现在也是。我拖累了凤凰，已经够难受的了。我希望姚燕永远不要看到我现在的这个样子。可是这两个姑娘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刚才凤凰很伤心，他以为你是因为姚燕才醒过来的。我知道，我是故意那样做的。师父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还有资格选择别人吗？姚燕对你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可是凤凰对你确实是真心的。这样的好姑娘，不该伤她。不，她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师父，我求您帮我一个忙。说吧，只要我能办到，让凤凰回京城，越快越好。要是她不肯呢？一定要逼她走。只要她离开这个环境，她迟早会把我忘了。好吧，我试试看吧。哎，你呀，太要强了。凤凰小姐，你起来了。这天都快要黑了，我怎么睡了这么长时间啊？那还用说，路上累的呗。你饿了吧？我给你拿饭去。哎，你们大师兄怎么样？现在还不知道，师父要过几天看看效果才知道。我去看看他。哥，哥，哥，他在哪儿？已经搬走了。搬走了？他为什么要搬走？他搬到哪儿去了？他要在床上躺很长的时间，这间房间小，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他，照顾起来也方便。你的房间在哪儿？我很想去看看他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派了几个细心的徒弟照顾他，他呀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是你不想让我见他吗？我很感激你把他送来。是你不让我见他，还是他不想见我？你可以见他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一夜，明天一早我派人送你回京城。我答应了。真的？这是在燕山，我敢骗你吗？我们这是不得已，也是为你好啊。我知道。
样。爸，我带周雄走了，我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，让他好好练功。你放心，我会按照你的计划进行的。等周雄新功练成，我会带他去燕山，杀了赵廷锋。不要来找我们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我们会在武林盟主大会前与你会合。燕儿，你这到底……爸，我带周雄走了，我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，让他好好练功。你放心，我会按照你的计划进行的。等卓雄新功练成，我会带他去燕山，杀了赵廷锋。不要来找我们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我们会在武林盟主大会前与你会合。燕儿，你这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如果一切顺利，我们会在武林盟主大会前与你会合。燕儿，你这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燕儿，你是？怎么，姚掌门不认识我了？你是梅蝶？我是偷着跑出来的，怎么，你不知道？我知道。你是？怎么，姚掌门不认识我了？你是梅蝶？我是偷着跑出来的。你是？怎么，姚掌门不认识我了？你是梅蝶？我是偷着跑出来的，怎么，你不知道？我知道，可是我没想到，你怎么会来找我？我来京城不是找你，可是进了京城，我突然发现，我最想见的人还是你。为什么？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你的伤全好了吗？差不多。